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解读这部奇书《红色赌盘》的第十二章。上一章我们提到，沈栋和段伟红在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那些年，可以说成为了弄潮儿。他们志得意满，意气风发，个人的经济收益、财富都呈几何指数在增长。这个时候，不光他们，整个中国社会啊，方方面面、各个阶层都感到一种。 啊，兴奋感，一种非常乐观的一个感觉。为什么？中国经济过去这些年被计划经济、被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拖累的太久啊。随着中共的改革开放以及后来啊加入 WTO，中国和国际这个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啊，让中国的这个经济体焕发出来了巨大的一个潜力。在这种时候，真的，你只要顺着这个风跑，你就能发财。 更何况段伟宏和沈栋这样既有手腕啊，又有胆略，又有张阿姨这样人进行加持的这种金童玉女呢，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十二章，他们一开始就表达了这样一种乐观的情绪，他们感觉啊，自己这些创业家、企业家正在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很多就业是他们创造的，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在改变中国社会。更关键的是啊，他们。 从赚钱已经开始瞄向啊，要改变中国社会的机理，要改变这个社会运转的一个啊结构和模式，那是什么？那就是要让中国慢慢的变成一个更开放、更公平，甚至是更民主的一个公民社会。在这,这里沈东也提到，这种情绪啊，直到今天还似曾相识，那是什么呢？ 他们当年也读到《纽约时报》啊，关于华啊《华盛顿邮报啊》啊这些报纸关于中国的报道，他们对这些报道啊都有点嗤之以鼻。为啥呢？两个原因：第一，总觉得你们这些洋鬼子啊，外媒啊，叫隔靴搔痒，根本就不懂中国在发生什么。另外啊，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啊？你们只看到中国的阴暗面啊？你看我们在中国就生活的很好吗？既挣了大钱啊，生活很舒服。你看沈栋啊，中午晚上都在那个啊。 丽园酒家在金宝大厦里面，中午一瓶茅台，晚上再来一瓶啊！出去那都是买世界上最奢侈的啊，这个奢侈品啊！他老婆给他送块表，价值五十万欧元啊！他排第七，俄罗斯总统普京啊排第二啊，拿这块表。总而言之，他们过的那叫人上人的生活。外媒描述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啊，那完全是一个啊虚假的一个印象。他们生活的才是真实的中国。 另外，资本家这个阶层，像沈栋和段永红这种，他们也感受到了，可能从中国共产党的骨子里要对他们另眼相待了。为什么？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啊掌握了政权，毛泽东当时对工商业阶层采取的是一个利用，最后逐渐走向了剥削、打压，啊，肉体和精神乃至财富三重消灭的这么一个程度啊。在那里，毛泽东那里有钱人根本就不算什么，哎。 到后来，邓小平啊，发现这么搞不行了，开始搞改革开放。他承认一部分啊人啊，最好先富起来，富起先富带动后富，才能让整个中国社会摆脱一穷二白的这个状态。他当时有句名言嘛，啊，叫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还有啥？叫啊，致富光荣。啊，这些让这个工商业阶层、创业家、资本家们在中国社会终于得到了正式的承认，甚至脸上。 有了一部分光彩啊，挣钱不丢人啊。那到了江泽民这里啊，当年啊，沈栋和段永红正值高光时刻的时候啊，江泽民的时候竟然提出来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啊，“三个代表”啊，归根结底就是要从本质上、从本色上要动摇、改变共产党的组成机构啊。他竟然邀请资本家啊，这些创业家，像沈栋这些人，最好也能加入共产党。 啊，也能分享一部分政治权利，哎，这种态势，这种信号，让沈栋、让段永红他们心醉神迷。那当时所谓的“三个代表”这些重大的中共的政策转向，啊，只是在党内的系统以及领风气之先的这些资本家那儿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老百姓啊，当时还忙于赚钱，忙于羡慕沈栋和段永红这样的土豪啊。 对这些东西啊不够十分的敏感啊，因为中国的很多事情啊都是要自上而下啊才能取得真正的进展，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啊是不敏感的啊。比如说我听我中宣部的一个朋友说啊，三个代表这个理论出来以后，他们赶紧要到农村做普及啊，要搞社会主义教育，叫社教。哎，他们他就带了自己的副手啊到了河北某个农村，开始大会小会给老百姓讲，哎呦。 这个唾沫星子横飞，讲了一个小时，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下来问问底下老乡，说老乡，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啊？老乡抬起头来问他说，你们不是说三个代表吗？还有一个王八蛋今天咋没来啊？啊，你看老百姓就把三个代表啊，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啊。但是这个事情对沈栋和段永红他们来讲那是不一样的，那就是看来中国啊真的要发生巨变了啊，那。 我们现在赚的不是一时一地的钱，而是要在中国长此以往、长久的赚这个啊，可以说为家族积累财富啊，同时也改变中国、改变社会。他们当时心里已经有了这种责任感，也把它开始付诸实施。在节目进入到下一个小节之前，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关注《世界的中国》这个节目，也订阅。 明镜火拍这个频道，同时我也向大家推荐我独立主持的一个频道，叫“平定天下”，评论的平，安定的定，在那里我们会聊更多有趣的话题，关于宗教、哲学、娱乐、人文方方面面，与世界的中国以新闻为主，风格略微不同，我相信大家也会喜欢。我会用“平定天下”这个栏目账号在本期节目下方留言，大家只需要点击我的头像。 再点击订阅就可以了，谢谢您。啊，当时这种情绪不只是沈栋和段永红这样的企业家这么想，甚至在党内的一些高层、党内的精英也开始这么想。哎，他举了一个例子，非常有意思。二零零四年的时候啊，海峡对岸的陈水扁当选为台湾的总统啊，应该是说那个啊，再次当选为台湾总统。 这两千三百万人所在的这个岛屿啊，哎，竟然成为了一个不同的世界。陈水扁上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民党、啊、彻底失去了台湾，失去了执政的地位啊！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实际上冲击最大的不只是国民党，还有对面的共产党啊！因为说实话，国民党和共产党啊，就是啊、呃、一个娘生的两个娃啊，一个姓资，一个姓共而已。 本质上，在很多地方做事情上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还有一种唇亡齿寒的感觉。那么，陈水扁上台以后，国民党就完蛋了，就一党执政就结束了。哎，这个事情对北京震动很大啊，对党内的高层震动也很大。很多人认为啊，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再过不久，大陆也得可能会出现陈水扁这种人啊，共产党一党独大。 一党专政的局面可能不得不啊出现改变，那这种情绪紧迫到了什么程度呢？啊，从一个饭局里面可见一斑。哎，这个沈东啊，饭局的层级越来越高。有一次啊，竟然他被邀请和邓林啊一起吃饭。邓林是谁？邓林是邓小平的大女儿嘛？哎，他本人啊是个画家啊，当然画的啊，从专业角度一般。哎，虽然画的一般，但实际上他是邓小平的女儿呢。所以当时啊，香港的很多大亨啊。 富豪们为了啊巴结邓家，啊出大钱啊买这种莫名其妙的邓林画的画啊，所以邓林当时也赚了啊几笔钱，也小有斩获。哎，他们俩吃饭的时候，邓林就把话题转向了台湾。他竟然提出一个什么话题来？他说：“哎，我们现在应该让中国共产党啊营造自己的党产啊，因为一旦事情有变化，像台湾那样。” 那共产党自己手里不能没钱呀、啊，没钱你啥事儿都干不成。那方式方法是什么呢？那就要改造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变成党有企业啊。那这样的话，将来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政治上有变化的话，这些国有企业的财产就是共产党的财产。那样啊，到时候我们这些人，他的原话是我们这些人才有一部退路好走，才有一个依靠。哎，你看，连邓林都这样想。 啊，觉得要这个国有企业不行了，或者说公有制、共产党不行了，得赶紧找个退路。哎，当时这种情绪啊，弥漫，让邓啊，这个邓林他们都有一个要赶紧做好退路的一个感觉。那当然，邓林当时啊，虽然是习啊，虽然是邓小平的女儿，但实际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力，也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官方职务。哎，不光他这样想，另外一位有实权的啊，把握着中国经济命脉的。 重量级人物啊，也和这个思路啊越来类似，那是谁呢？那就是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正在升起并且占据中心地位的王岐山啊，王岐山。王岐山啊是朱镕基的人。一九九六年的时候啊，朱镕基当选为副总理啊，王岐山就被朱镕基指派去和 Henry Paulson 这个鲍尔森啊，当时是高盛的 CEO，后来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啊，他们干什么事儿呢？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就是要把中国电线啊跑到纽交所去上市。为什么要这么干？哎，朱镕基和啊这个王岐山呀、啊、有一个远见，要在金融体系上要用资本家的钱为共产党续命啊，那就是要用西方股市的钱为中国的国企啊,啊输血。哎，就把中国电线给弄到了纽交所去上市去了。哎，那么鲍尔森这些人，西方这些。 啊，华尔街的这些资产大鳄们，他们为什么喜欢参与这种事儿？他们把王岐山和朱镕基的这些动作啊，理解为这是中国经济开始私有化的第一步啊，所以他们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要抢先站位，抢先布局，这样啊，将来一旦整个这个大幕拉开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那个弄潮者，才能啊，比别的资本家都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那么在。 呃，中国电信的纽交所上市后不久，朱镕基啊就把王岐山派到广东省担任常务副省长，主要管什么？管金融。在那里，他大展拳脚啊，这个大展身手，又和高盛他们合作啊，对这个中国的很多国有企业进行啊破产改造、进行破产改制啊，也让高盛赚了很多钱，当然也拯救了很多啊广东省的企业。那当王岐山逐渐。 得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段永红和沈栋也没闲着。你看沈栋时不常的，你看和邓林吃个饭，王岐山就由段永红陪着去吃饭啊。他们啊有一次饭局在北京饭店啊，当时啊张阿姨张贝利也在。零六年的时候，当时王岐山已经当了北京市的市长啊。那么这个期间呢，段永红和张贝利的关系也愈加的亲密起来啊。张贝利本身也貌似在外界扮演了两个角色啊。 那第一就是，啊，她是她老公的温总理的夫人。另外一个角色，那就是温家宝的信使啊，信使是啥？就是传递信息啊，外面什么情况，谁和谁什么情况，他似乎担任了这么一个角色啊。张阿姨不轻易和温云松啊，什么这个温如春啊，和他的孩子们一块儿出去吃饭啊，她更不愿意让那个黄旭怀陪着她在公共场合出现、啊。咱们上一集不是聊过吗？ 黄雪汉那个人很粗俗，五大三粗啊！他如果经常和这个张阿姨出双入对的话，那在中国那个环境里边，那还不得谣言四起，各种颜色的都有？那张阿姨啊，也不愿意这种情况出生，所以这种情况下，通常都是段小红陪着张阿姨到处吃饭。你看张段小红怎么的？段小红人家确实有这个品味，是不是、啊、古典诗词张口就来，显得聊天有文化。另外，那人家也挣着了钱，对，在中国怎么搞？ 很明白。另外，温总理的关系就是他的关系啊，方方面面怎么回事儿？对官场里面的这些细枝末节也好，还是宏观布局也好，还是呃上下升迁的这个路线图也好，他门儿清。所以带着段伟红出去吃饭，既有面儿又实用。哎，所以王岐山虽然贵为北京市的市长，当时啊啊、哎，他也对张贝利，尤其是段伟红可以说啊，不能说恭敬有加吧，而是说怀有特别的好感，也特别的友好。 为啥他当时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了他下一步是啥？他下一步就想当国务院的副总理，去给温家宝当副手。所以那跟温家宝的太太搞好关系，和温家宝太太的闺蜜搞好关系，那自然有助于他实现这一目的。哎，那么他们吃饭吃的，看来效果很不错。在这顿饭之后，王金山竟然撇开张贝利，单独邀请段永红去市长办公室坐坐。 啊，这种习惯啊，一直延续到二零零八年，他成为了副总理。他和段永红经常在中南海开会聊天，而且聊啥呢？哎，这时候显示出王岐山的这个个性来了，不聊这么干巴、这么具体、这么肉麻，或者说这么铜臭气的啊。谁要生哪儿去了？你看怎么帮我忙，我怎么弄啊？人家就聊哲学、聊历史、聊文学、聊国际政治、聊历史大事。哎，每隔两三个星期，王岐山就让段永红。 来跟他聊天儿，哎，每次啊都搞上几个小时啊。王岐山本人啊非常啊欣赏段永红，当然除了瞎聊天以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些聊天的机会，要了解他的老板就是段永红，这个啊他的老板啊温家宝都喜欢啥，生活的细节啊这些东西，他从段永红这儿得到一些最一线的一些情况。那么。 王岐山和段永红的关系一度亲密到了什么程度呢？啊，这么说吧，外界都是知道张贝利总总理夫人是啊段永红的干妈，那王岐山这个形象，那就像是他的干舅舅或者干叔叔啊，那完全是家里的一个长辈，和和这个啊段永红的关系啊，那是极其之好啊。王本人虽然结婚了，但是没有子女，所以他跟这个段永红的关系啊，还有一种长辈和晚辈之间的这种呃私密。 啊，亲热和关心在里头。那么，在这样一个交流里面，段永红竟然发现啊，王岐山，贵为副总理的王岐山，对中国的看法和他们这些私营企业家啊差不多，差不多。为啥？王岐山也预言中国的国有企业啊没戏啊，效率低下啊，早就应该被卖掉。他甚至建议段永红啊，要提前准备好资金啊，枕戈待旦啊，以应不时之需。为啥？ 一旦这一天到来，你要有足够的钱去买中国的国有企业，啊，他的意思是说，早晚这些企业都会被卖掉，啊，那么王岐山在讲话里边，甚至把中国的经济体制啊，形容为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啊，在某一个点上，这个音乐啊肯定会停止，啊，中央肯定会下决心，主动也好，被动也好，肯定要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资本家，沈栋、段永红，你们把钱准备好，这一天会到来的。那另外呢，王岐山还显示出一个特点来，啊，也让段永红或者是尤其是沈栋嘛，有点吃惊。为啥？沈栋是见过世面的，在西方读过书，知道美国的这个经济啊、金融这一套是怎么运转的。所以当他发现，即使像党内的精英，像王岐山这样这样的级别的人物，这种见识的人物。 竟然也信一些阴谋论，比如说什么货币战争啊，那个是叫什么？呃，宋鸿斌写的那个里边充满了阴谋论，就是说，呃，国际上尤其是美国这个金融市场啊，就被一小波这个犹太裔的啊银行家控制着啊，这帮家伙、啊、上下其手，嗯，对啊货币股市进行操纵啊，然后获得巨额的利益，那然后用这些钱呢，再来操纵发展中国家啊，做空他们的货币，这个书啊，对西方充满了阴谋论。 啊，充满了这种道德谴责，啊，也充满了不屑。哎，王岐山竟然也喜欢这种书，哎，这也让沈栋有点吃惊。就是你怎么也信这个啊？你跟这个西方的资本家一块工作，跟西方像鲍尔森这样的这个大银行家都一块工作了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宋鸿兵那玩意儿就是扯淡。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在中国有一段时间啊，啊，党的高层领导，特别是所谓啊见过世面。 啊，搞过这个洋买卖的这些领导，对西方仍然是有非常深的误解啊。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啊，很多程度上是被中国那帮知识分子啊瞎胡写给给带坏了啊。你像宋鸿兵这种啊，后来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这种烂书啊，他们哪知道西方这个东西是怎么运转的啊？不知道哪儿道听途说来一点根据，然后进行这个文学化的发挥啊，或者沿着自己那一根筋那条思路啊，根据主题思想来拼凑证据。 拼完以后啊，显得还挺合情合理，还挺严丝合缝。这一套东西、啊，把中国的啊金融系统的官员，像王岐山这样的，给蒙得不轻。实际上，哎，那么除了王岐山以外，段永红和沈栋还着重去培养、去啊雕，就是雕琢、去打磨另外一个关系，那就是和孙正才的关系。那个时候，孙正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坛上。 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当然还有另外一颗，那就是胡松华，对吧？那真的是这个双星耀眼，嗯，大家都觉得将来就他们俩了，啊，一个总书记，一个总理，那这个没问题。那么这种态势在二零零九年的时候啊，得到了得到了一种确认，那就是当年孙政才刚刚四十六岁，离开了农业部，成为吉林省委书记啊。当然，这个省委书记大家都知道他干不长，不是说他干不好干不长，而是他干得太好了。 去吉林省委就是呃绕一圈履历上要呃更完备。为啥？啊、呃，中央、中共中央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中组部也有这样的一个啊、呃、一个规矩，那就是如果要成为中央领导，要进比如说呃这个政治局什么的，你肯定得有地方上一把手的历练，你就得管过一个省，管过上亿人口啊，你才能胜任这么个角色。那孙既然势头这么好，肯定得去吉林转一圈 哎，问题就在于啊，孙也没把吉林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啊。他有一半的时间啊在吉林，另外一半的时间在北京。在北京干啥？在北京就是啊，这个开始运作吗？运作吗？一定要想办法这个啊，别让自己的计划泡了汤。因为胡春华的这个竞争力也是非常强的啊。他和孙子才一样，二零零七年就进入了啊中委中央委员会。 啊，中央委员会，当时他俩也是最年轻的啊。那么他们俩也都在二零零九年去执掌一个省的省委书记啊。胡春华也干过啊。在二零一二年的时候，他俩都进入了政治局，但是胡春华是团派的，是胡锦涛这个指定的啊。就是从这个角度说，这个孙正才和胡春华就形成了一个舍我其谁的架势啊。他们俩之间，呃将来就是一个一把手，一个二把手啊。 但是、啊、孙政才可能不满足于啊，铁定了自己是二把手，没准搞好了是个是个一把手呢，当总书记呢，哎，这种可能性啊不是没有的啊。那么在北京待的这个时间这段时间里，孙政才就经常拉着段永红出来聊天啊，因为孙政才也不明白他自己怎么上来的，他自己清楚，但他不清楚为啥胡振华就这么厉害啊，怎么也跟自己似的。 这个火星，这个流星般的火箭般的上升啊，所以他经常和段永红啊找一个茶楼啊，在北京东边找个茶楼，两个人密谋啊，开黑会啊，开玩笑啊，开黑会研讨啊，怎么回事啊？我到底怎么能干得过啊胡春华啊？什么情况？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啊，孙正才这个人是很忙的，是很有意思的。你看他在这个。 北京的时候通常是要吃三顿饭，晚饭哈，这吃晚饭就吃三顿。五点的时候是和下属吃啊，比如说和他一块工作这些人，啊，谁有什么要求啊，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有什么事情需要单独聊一聊，办公室不方便的，他就跟下属五点吃饭，下属也都很识相，都很明白，绝不耽误领导的时间，因为五点，啊、呃，简单的吃点，赶紧走啊。那么，另外一场晚餐就会在六点三十分。 这六点三十分，这个晚饭第二场是做啥的呢？那就是孙正才用来，呃，留给呃比他级别高的人，他自己的领导或者其他的一些老领导，或者是政治的同行啊，需要经常拉关系，需要经常沟通去勾兑的，他都放在六点半。但这一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保持这个圈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哎，那么第三场啊，通常在八点开始。那八点这个就是完全是。 孙正才感觉舒服的那些人啊，就聊私事儿。这些人甚至不一定吃饭，就是喝茶。哎，越是不需要吃饭只喝茶就行的这些人越显示出来他们不需要停留于那些客套啊。你请我吃顿饭，我请你吃顿饭啊，非得劝酒什么的，没这一套。这第参加第三场晚晚餐的这个人，那可以说才是孙正才最重视、最需要去啊勾兑的。那这人是谁？这人通常就是段伟红。哎，他们。 通常一般到了这个呃十点钟左右，啊，段小红和这个孙振才就会互通短信啊，说在哪儿哪儿见面。哎，段小红就赶紧过去，他俩就聊，找个茶楼就开始聊啊。这种聊天通常会聊到午夜以后啊，那就是是一个深度的交流啊。当然，段小红啊也特别会处理这些关系，那就是他时刻会让这些老领导觉得自己不但有用。 还确实是他的知己啊，老想着他，有事没事想着他啊。你看，他们不是在纽约生孩子吗？啊，又后来又在纽约买了房子，所以啊，他们每当来纽约，在曼哈顿的时候，啊，经常给这些重要人物买点小东西、小礼物啊，不能买大的啊，小礼物啊。比如说，有一次，这个啊，段小红和沈涛他们路过纽约中城的这个四季酒店的时候，发现他一层有一个法国的时装品牌，叫。 Zi l e 啊，不知道怎么拼对不对哈、啊，咱没穿过，不了解啊。哎，他们看到了这个靴，嗯，一副靴子啊，因为当时吉林很冷嘛。孙正才在那儿当书记，他们就买了这个一双靴子带给孙啊、哎。那我估计孙正才穿上这个靴子的时候啊，那是暖在心里。他知道，哎呀，段小红真是了解我，这夫妻俩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啊。人家时时刻刻想着我，还能给我带来温总理以及温总理全家。 啊，最及时的信息，这对他来说是升迁的必由之路。哎、嗯，所以在段永红啊居中斡旋以及啊张贝利的刻意的吹风之下，啊温家宝对孙政才还是刻意的扶持的。啊，到二零一二年十一月的时候，啊孙政才和胡振华一起都进了政治局。啊，那也是政治局里面非常年轻的两位。那是政治局是啥？政治局那是真正的。 啊，掌握中国命运的人啊，二十五个成员，那是中国的啊最有权力的二十五个家族啊，那是真厉害啊！当时孙啊被派到重庆啊，接替已经被搞掉的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啊。那么胡春华人家去广东，广东省委书记啊。你看这俩还是兵家齐驱，没有分出啊前后。那么对段永红、沈栋来说啊，他们既幸运又不幸的地方在于。 他自己没有什么家族传承啊，所以他搞关系虽然在行，但他得面面俱到啊，不光要搞定孙正才、王岐山这样的大官，他也得搞定底下这些人。因为为什么？因为底下这些人我们以前说过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他不一定能帮你干成啥事但他要回你那是太容易了啊。那对这些领导来说啊，谁接触他最紧密，那当然就是秘书了。所以段伟红和沈栋，尤其是段。 啊，把大量的精力用来培植自己和这些大领导的秘书之间这样一个关系，所以秘书这个群体啊，在中共体系内是非常有趣的啊一个现象和一帮人啊。其实秘书到后来和其他比如说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就成为这三大帮派之一啊，那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啊。其实从解放以后啊，秘书这个群体就非常有意思啊。当年周恩来一个人有二十多个秘书。 啊，帮他协调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级别都很高，都在地方上有非常实际的工作经验。你比如说，在这个中来办公室负责农业方面的秘书，啊，那都是这个松江地委书记啊，地委书记跑北京来，也只能给，只能给这个啊中来当个秘书。到后来啊，这个秘书这么多，仍然不耽误出事儿，挂一漏万的，在外事方面有一次出了个问题、啊，引起了中南海的震动。老毛听说了，毛泽东就责怪这个。 周恩来说：“你搞这么多秘书干嘛？你不要被秘书牵着鼻子走。”哎，那个时候周恩来就这个有点心惊胆战，就把二十几个秘书啊撤到了六个啊，撤到六个，而且把他自己的秘书班子、总理办公室的班子和中办这个给合并啊，成为一套班子，撤销了周恩来这个总理办公室的这个这个建制就没有了。嗯，可见秘书这帮人啊，在中共建政以后有多么重要。 啊，他们最了解自己的领导啊，他们自己也非常有手腕，在很多情况下，很多秘书甚至能当领导一半的这个家啊，很多事情、啊、他们自己就就就搞定了啊。当然，你说什么秘书帮也好啊，和所谓的什么石油帮，这是按行业化的，还有按地域化的了、啊。你看，另计划搞了这个山西帮啊，西山会啊，还有我们前几集一直讲的这个这个这个山东帮。 也是按地域化的啊，这几个帮派之间啊，这几个帮之间有交集啊，有交集。你比如说，很简单，你看曾经担任过这个啊周永康秘书的这几位，你看郭永祥、李崇禧、季文林啊，还有很多其他人啊，他们都这个担任过周永康的秘书，后来又在石油帮或者啊四川省。 啊，担任非常关键的这个领导位置，所以这之间啊没有一个泾渭分明的一个划分。那对于党内的这些派系啊，不是说派系了，这种团团伙伙，按行业也好，按地域也好，按所从事的这个工作特点也好，搞什么运输帮这些东西，中共中央甚至新华社有段时间还正式承认了啊，二零零四年底的时候，二零一四年啊，二零一四年底的时候，当时啊啊这个习近平已经上台了。 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强调说什么？原话是：“党内绝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啊！”会议还指出，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啊！党内绝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啊！当时说这番话，就是因为啊，周永康他的那些秘书或者他的秘书长们啊，后来都在各地。 啊，成为企业或者地方的一把手啊，也给习近平治下啊造成了不少的麻烦啊。到后来被习给一锅端。那对于这帮秘书啊，中共中央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说，哎，哪个级哪哪个级别的领导他的秘书啊，如果不当秘书了啊，去换到实际的岗位啊，是给他升半格呢，还是降半格啊，是怎么样一个？ 弄这个级别的问题，并没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文件规定，所以也出现了很多人啊，这个水平参差不齐，下场啊，前途也是参差不齐啊。那么在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啊，试图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调整啊，比如说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号啊，政治局就专门有个会议说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啊，要搞标准，要给他这个搞量化啊。 其中有一条非常有意思，说要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许违规配备秘书。啊，二零一四年啊，令计划这个集团啊被查处以后，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叫《省部级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啊，这里边明确规定，秘书们不能再提拔着转岗了，就是说，哎、啊，给领导干完几届就提一级到地方当个局长啊，这个到某个实职给提半格、哎，从今以后不能再这么弄了。 那么，在二零一四年七月的时候啊，《秘书工作》这本杂志啊，公布了习近平对于秘书工作的具体要求。文章是这么说的：在处理同领导的关系中，秘书们要做到参与而不干涉，协助而不越权，服从而不盲从啊。你看，共产党的话，呃，往左说也行，往右说也行啊。这个、啊、这句话等于没说。但是从这一番规定看来，我们可以看出哪一点？我们倒推就可以了。那就说明啊。 有很多秘书不但参与，而且干涉；不但辅助，而且越权；不但服从，而且盲从呵呵。这就是很多秘书做到的这一点。啊、哎，那么段永红是怎么打通秘书帮这个环节的呢？这里面、啊、我相信段永红搞定了很多秘书，但是能写进沈栋书里的啊，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啊，值得大书特书的。那是谁？那就是周亮。周亮当年是王岐山的秘书。 啊，现在是中国银保监会的副主席啊，那也是党内金融这个政策方面的啊大腕啊。当时周亮管段小红，就叫大姐啊。段小红啊，经常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给周亮打电话，指导他怎么弄呢？怎么处理好他和王岐山的关系啊？当然，他也会根据自己和王岐山交流的情况啊，把王岐山对周亮工作和个人情况的一些反馈告诉周亮。 啊，指点他啊！你看，你老板是这么认为的，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才能改善你的工作啊？这啊俨然是个职场的指导，俨然是现在人力资源部干的事儿，或者说人力这个呃、啊，这个这个叫什么职业规划师啊，他们做的事情啊。这个段永红就成为周亮的职业规划师啊。尤其是让沈栋印象深刻的是啊，周亮经常干啥呢？就是当他这个秘书都要轮着值班嘛，当周亮开始值夜班的时候。 啊，其实夜班儿，官方看来啊，给他们配备的任务就是，要因为有时差嘛，要关注海外的动向，有啥事情赶紧给领导汇报。哎，海外能有啥事儿啊？周亮就利用值夜班的时候，嗯，从九点开始给这个段永红打电话，一直打到半夜啊。那么这种时候，通常啊，沈腾都睡着了，睡醒一觉，这转头一看，段永红和周亮还在电话上呢。哎，可见段永红和这些秘书帮们。 关系之深，当然这些秘书啊，都也都是这个人精啊，都明白怎么回事儿。哎，既然周，你看这个谁，这个段大姐这么帮忙，周啊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哎，当时段永红不在搞这个机场项目吗？大通关、首都航空城，在很多地方啊，速度啊是不受掌控的、哎。那这个时候，周亮就会时不常的，因为秘书跟秘书之间很熟嘛，他就会打电话给。 这个交通部长的秘书说：“哎，那个机场通关那个项目怎么样了？你们加快的进步怎么怎么怎么样？”他甚至不用说这么明确啊，他也不用说这是代表王岐山呃来打的电话。但实际上，你说交通部的这些秘书、某个司局的领导一看，哦，王岐山的秘书周亮打电话来了，那他们肯定会认为这就是王岐山的态度，是不是？那还不赶紧加快呃处理啊？那这种情况下，也让啊、呃、段永红在很多项目的实际的实操过程当中得到了莫大的一个方便和好处。 那除了这个周亮以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那是谁呢？那就是宋哲，那现在的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啊。二零零零年的时候啊，段永红和张阿姨他们去伦敦玩啊，宋哲当时在中国驻伦呃、啊、英国使馆啊，宋哲就开着车带他们到处转啊，游游览这个啊伦敦。然后在途中啊，他就有意无意的告诉段永红：“哎呀，我非常想念北京。”哎，段永红一听就明白了，啥叫想念北京？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想回北京，赶紧升官？哎，这个时候，段小红就联合张阿姨又做了一些安排，回哪儿去了？直接回北京去了温办啊，温总理的办公室啊，负责处理外交事务方面的一些事情。说作为总理的秘书啊，你看段永红给宋哲安排了这么好好的一个活儿啊，甚至也像他指导周亮一样，时不常的指导一下这个宋哲啊，你干工作应该怎么干啊？ 温总理是怎么看你这个人的啊？你应该怎么样才能让温总理啊啊这个对你的感觉啊更好一些？哎，终于在这种啊这个言传身教，在这种细心的指导之下，宋哲进步也非常快啊。到后来这个他啊不当秘书以后，也安排的很好啊，就主管港澳这一块业务去了。你看现在也成为高干了啊，国务院港澳办的副主任。 大家还记得我上一回提到一个细节吗？段永红想到纽约来搞人工授精生孩子的时候，搞不定那个医生，人家这个排队的名单很长啊。那是谁给这个医生打的电话，让这个医生允许段永红赶紧搞、赶紧生孩子呢？哎，就是宋喆，宋喆办的这个事情啊，办的也非常漂亮啊。那么随着沈栋和段永红挣钱越来越多。 他们也深刻的体会到，他们只挣钱花钱，这个辈子过得还是太单薄了啊，没有含量，没有重量。他们一定要按中国古话说，什么叫立德、立言，还有什么立功啊？一定要三立啊，立东、立德、立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哎，他们就投钱给大量的公益事业，搞各种各样的这个公益研究。比如说，他们也给海外的像这个啊阿斯平。 这个机构还有啊，像哈佛大学，他们捐了不少钱。他和段永红是首先应该是在当代中国率先给哈佛捐钱搞这个中国研究的啊，中国富豪之一。呃，沈浩本人啊，还一度成为这个 Aspen 这个机构的一个研究员啊。你看他当时实际上他很忙啊，还忙机场项目还没完啊，挣钱啊，刚生小孩儿。但是沈、啊、栋显示出来不同寻常的一个禀赋，那就是他认为在这种时候啊。 要赶紧的，要反省自己，啊，按照佛家的说法叫反闻文,文字性，方成无上道啊。人啊，到一定的时间，一定要主动的、有意识的去对自己，啊，做个加减法，做个清盘，做一个啊库存的盘点啊，那就是要反省自己。他当阿司林的这个研究员的那段时间，他就对自己的过去一段时间做了深刻的一个总结。 但是这一段哈，在书里面他又提到了一个名字啊，一段这个名字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呃引起了出乎我意料的一个反响，那就是南怀瑾南老师啊，他又提到了他，他说啊，他也受南怀瑾的影响，南怀瑾讲什么话，就是人一定要经常的反文文字性，要总结客观啊，平时的评价自己，才能走向啊更高的远方。当然，关于南怀瑾啊，咱们节目里今天不说了。 找机会咱们再聊，那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实际上不光南怀瑾啊，也不光沈栋在书里提及，著名的哲人苏格拉底也说过，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和啊沈栋的感慨是一样的，当然他没有引用苏格拉底，也没有引用南怀瑾，啥意思？要经常的反省自己，经常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这也是苏格拉底的一个名言。哎，沈栋也。 经过了这一招，当时沈栋和段小红他们这么做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就是觉得啊，中国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就是啊，大家挣钱这条路上啊，已经跑得很远了，再往后就不只是挣钱的事情了，希望能有产权的保护，希望能保护自己的投资，希望自己也有一部分的呃、啊、政治和社会权利啊，甚至沈栋提出了一个目标，当时他说我们当时这么想，我们啊，如果不 其实不奢望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为独立司法在中国太难了。但是，如果能做到公平，那也就谢天谢地了。不独立没问题，能做到公平，按照法律，而不是按照党的书记的这个呃脾气好坏，他的个人好恶来判案子，我们这些资本家就谢天谢地了。你看他的标准并不高，但实际上从他后来他太太和他本人的经历看来，这一点也是奢望。 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立功立德立言的目的啊，他当然也要呃大力的投资于公益机构。作为段永红和沈栋这样一个级别，这样一个啊起点，他们肯、啊、定也和最好的机构合作。和谁呢？那就是和清华啊，他们搞了这个凯丰公益基金会，搞得还非常成功。这个网页到现在还在。在考搞,搞这个凯丰公益基金会的时候，是他们第一次开始接触陈曦，啊。陈曦啊，是习近平的 body 啊，他的铁哥们儿。 在清华干了若干年的党委书记啊，陈曦这个人很知道取舍。为什么？习近平刚去啊、呃、福建执政的时候，他甚至邀请陈曦跟他一块儿去，让他当副省长，陈曦给拒绝了啊。不是看不上习近平，而是舍不得放弃清华这样一个啊风水宝地，在清华当一把手，那是布的是全国的局，看的是全国的戏，那比去福建当一个小副省长。 啊，那要强得多得多，所以他没去，后来证明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哎，凯丰基金会啊，那就和这个啊清华大学开始合作，搞很多啊非政府项目的一些研究，啊怎么建设公民社会啊，怎么搞公益非常合适，怎么搞人权啊这些啊都是他们基金资助的项目之一。那么晨曦。陈 让沈栋和段永红在哪方面给他帮了大忙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呀、啊，哎，陈曦是中国那个千人计划啊创办者之一。千人计划就是从海外弄很多高精尖的人才嘛。当然，前段时间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等等等机构也抓了不少人，有的也认罪了，有的还自杀了，像张首胜那样的啊，这个在啊、呃、斯坦福的。 当时有个问题，就是体制和体制内和体制外有一个无法克克服的一个矛盾。为啥千人计划回到我以后，人家的薪水要求是很高的啊？但是中共中央当时从国家这个这个这个机制上来讲，没有这么多钱来满足这些归国人才的这个特别的需要。嗯、啊，那有些人要一千万，你总不能给他一年一千万美金吧？他没有这样的呃机制啊，财政也没法拨这个款，那咋办？哎，陈希就是善于、啊、突破体制的限制。 他就让像沈栋这些人啊帮他出钱啊找找资本家来出这些人的这个呃、啊、回国的一些待遇啊沈栋这些人也愿意参与啊所以所以这个呃、啊、中国的千人计划沈栋也出了不少力所以当这个陈曦和张贝利还有沈栋啊段永红他们一块出去闲聊吃饭的时候啊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得有五十分钟大家都得耐着性子听陈曦吹牛啊。 吹他自己啊，又从美国挖来了谁谁谁，又从英国挖来了谁谁谁啊！他干的那些漂亮事儿啊，他们这个晨曦是乐此不疲，到哪说哪。哎，对于晨曦这样一个关系，段小红也没放过。为啥？虽然他关系网里面最核心的角色是张阿姨啊，但是张阿姨是温总理的太太，温总理总有下台那一天啊，他必须要提前做好备份，让自己的关系网啊，不管是在哪朝哪代，谁当老大谁当老二，他都能发挥作用。 那这种方式，采取什么方式合适呢？那当然是叫利用清华这个牌子了。如果能成为清华校友，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很多人讲打交道。哎，段红这时候竟然参与了陈曦搞的一个清华的博士班，他参加了啊。这个博士班就是用来培养啊未来领导人的。那这个这个段红的同学同班同学那可牛了去了，哎，有。 胡锦涛的公子胡海峰啊，有习近平的秘书啊，有各省的大员啊，还有很多其他部委的副部长、部长们。啊、哎，你说这个班高大上吧？哎，在这个班里，段伟宏凭着他跟温家的关系，凭着他的个性啊，也凭着他，就是说啊，会运作，会把握每个人的特点和兴趣，他竟然成为了这个博士班的班长。呵呵你说这个班长，我想是。 啊，段永红最为得意的职务之一。啊，同时沈栋也没闲着啊。沈栋他们家不是和这个孙正才关系不错吗？孙正才啊就帮着运作让，让啊沈栋成为了北京市的政协委员。当然，当时啊一开始沈栋认为啊政协嘛就是个橡皮图章，但是他也就是说来者不拒啊 it it won't hurt anything 啊只有好处没坏处，那就参与一下呗。哎，但是他参与进来以后，当时啊。 两千年代早期的时候，那个气氛也让政协的作用略微起了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在当时的政协委员讨论的时候，还真有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真有了一些特别实际的一些建议和举措。哎，当时啊，比如说有人拿钱创办了这个呃财经啊，这是后来的财新。很多人开始组织民间的各种民间组织啊，在。 这个政协的各种议会上，这个、各种会议上，不同的比较大胆的这种提案议案也层出不穷，都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开放的、民主的、自由的、公正的、法治的社会。哎，所以沈栋当时有这么一个感觉，说当时这儿两千年代早期啊，说中国这个公民意识大爆发，不是一个夸张，那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一个现实。嗯，他们甚至还参与一些外交事务。那他这个呃，凯丰。 公益基金会啊啊，请一些欧盟的啊，请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啊，跑到中国来做演讲，和他们的呃中国的这些成员啊，他们的 counterparts 啊，同行们做一些交流。当然，外事无小事，碰到这些事情，沈栋都是非常小心的啊，因为万一请的人不对，或者讨论的议题不合适，那就把好事儿办成了坏事儿。但是这方面，他们以前培植的那一位就起到了重要作用，那是谁呀、啊？宋哲吗？ 哎，宋哲已经是温总理的秘书了，又是外交官出身，在这,这方面能给予很多具体的指点，告诉他搞什么样的话题，用什么形式，在哪个地点，请谁来讲比较安全，比较合适。那、哎、在这方面，宋哲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啊。他们努力啊，也争取不跨任何红线。哎，你看，通上以以上这段叙述啊，沈栋和段永红也是努力的想通过自己的财富以及自己在中国打拼。 啊，这些年所获得的这些历练和知识和智慧，帮助中国变成一个更好的中国。他们衷心的、特别诚挚的相信中国梦，相信中国会变得更好。他们为此压上了自己的全部身家和自己的整个人生。但这个押宝、这个赌博值得吗？哎，我们下一章跟大家再详述。好，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 世界的中国点赞，也关注我们明镜火拍这个频道。同时，我也诚挚的邀请您关注我主持的另外一个频道，叫平定天下啊，评论的平，安定的定，在那里我们也会就很多有意思的话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我们谢谢您，下期节目再见。